马太福音9章22节，耶稣转过来看见他，就说：“女儿，放心，你的信救了你。”从那时候，女人就痊愈了。看见有注视的意思，它是分词，表明耶稣一直的注视着她。耶稣原本是在跟着管会堂的，往他的家去医治他已死的女儿。虽然是那么紧急的事，他应该要赶紧前往。而这个时候，他却转过身来，注视关心着这一位患血漏的女人。放心，你的信救了你。耶稣知道她的担心和忧虑，所以他要这个女人不要担心。你的信救了你，就表明这个妇人的信心使得她得到了医治。根据统计，耶稣在世上所行的神迹，75%都是直接或间接跟信心有关的。所以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那时候，女人就痊愈了。那时候，就是耶稣跟妇人讲：“女儿，放心，你的信救了你的时候。”是的，当主一说话，就带来了医治、能力和安慰。